每日一充又来了，我等一下水呀，直接加入滚烫的开水啊。搅搅搅，坚果特别多啊，这个你随便拍一罐啊，它也是赠杯赠勺的啊。这个的话藕粉啊，你们胃不好的啊一定要去拍，特别养胃啊，或者早上不知道吃啥的都可以去拍啊。加了一点奥古丽，再给它搅一下，美味的早餐就来了。给你们看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拍不上个封面了，不拍了。哇，特别有食欲啊！一罐是500克的啊，它这个坚果是40%的啊，你们冲的时候啊，加入滚烫的开水，95度以上的开水啊，水一定要开的啊。